好，我们要来去地狱了。哎，长大了，偷看一下。这个树苗也是越掉越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真的甚至都不会掉，一棵树完全不会掉树苗，而且好像是一个树叶有5%机会掉树苗。这边超过20个树叶，完全都没有一个树苗。那种轻松生存就这样子啊，树苗完全都不生。被教徒的咳嗽声突然吓到，为什么？我是咳很小声吧？嗯？我的咳嗽声比讲话大声一点，哇！傻眼，你看树苗掉很少哎、欸，我要冲杀回。然后不够，要跑过去挖一点黑橡木回来继续种。哎呀，在拼什么叶？安安 ，P I N G S H U Y E， 安安。抱歉，英文不好，不太会念。应该要做个观景台，对不对？挂在上面看铁卷，再慢慢掉下来，应该要这样才对。没关系，至少有东西可以盖，或没东西盖就没目标了。
最难的还是丛林素描啊，谁可以猜嘞？丝绸。告示牌我应该放这里，加工。哦，本身树叶很长，没有，丛林木。哇，好大声啊！丛林木是它本身掉落只有3%，跟凋零骷髅一样。的样子啊，我忘记了，不确定，反正就是真的很少，比日本制的压缩机还要少。有吗？以前在杰哈记的成就生存的时候，啊，这个补完燃料我们就回去。
等一下要咳嗽喽、欸。真的哎，我咳嗽的声音那么大声啊！花黑盆，我明明咳很小声的呢。不行，我觉得这边太窄了，这边可能要对要拆掉。我觉得这边还是好暗的。等一下，我在忙什么？等一下，我要干嘛？干嘛？拿石头、石半砖，加工石头在这里，三个，然后一个铁，还是石头就好了。哦，看来是要石头。声音的频率不同，没有，那是我刚刚知道快咳嗽，所以我应该是有压低一点点声音呢。是要烧过的石头，忘记了。欸，不是不用欸，好。不能加工不是吗？欸，可以耶，好好好。带一些走。要放回去，然后杂物。啊，曼德拉效应又是什么？就到妈的！发现你忘了带一样东西。哦，这声音真的好大声哦！对啊，开学了啦。没有，主要也是因为之前开的时候都没人看。那等到快开学，然后轻松生存才开始，然后人就开始多了，觉得就是错过很多时段啊，也不能怪谁啊。我没带木头，应该不需要木头吧？我要合东西吗？有77站应该还 OK 吧？哇，你们也不用着急啊，我会下去找你们啦。唉，何必急一时呢？早晚就过来砍你们了。
啊，这边不是没生怪专走，还生成这样子，哈。又哪里啦？这种断来断去的，等一下、哦。看聊天室，结果没有踩好。我觉得如果这个要做生怪鸭子啊，哎呦，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就可以压一个礼拜、欸。因为要把这边要么填半砖，要么就挖掉。之前是有兔子跟狼儿帮我陪我一起压，然后再加上当时有那个。用黑橡木挖基岩的方法，不过现在也有啦，只是我还没做 TNT。还是要做生怪塔、欸，因为会需要火药哎、欸，没火药的话，有鞘刺也飞不起来啊。
对吧？老师对一个学生说不过分都依你，过分也依你怎么办？不是我是一个好姐妹哈，啥意思啊？没，叫我伸手手。来，我们先盖个平台哈。是不是玩了麦块这么久也？繁星是不是玩了麦块这么久也没做过跳跃药水？当然啦、啊，跳跃药水是什么？有这东西吗？我只知道有时候玩一些生存会拿到跳跃药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那东西不应该存在啊。我闪。呜、呜、跳声音了。哇哦！哇哦！吓到我了呢！大平台都要去铺平台了，其实就很无聊啊，只是，嘿，就这样而已吧。反正现在没游戏，目前没游戏玩，就只能慢慢生存。有点压力的生存。好啦，我要开始做平台了。首先，先把这边给补起来，然后在附近做生怪压制。我在想要做几层呢、欸？因为其实凋零骷髅的可以做三层，有纯手动的啦，啊，也有那种自动的。可是自动我就很懒得盖啊，自动只有一个人的话。真的懒得盖。我都真的怀疑那些有拍生存影片的到底是真的纯手动的还是有开创造。你知道对我这种就只是指令只会一点点的人来说，很多时候真的就只能纯手动盖。来记个中心坐标哈，这个是中心点。虽然这没有关系啦，就只是觉得他们很厉害。觉得很屌，怎么有办法生存盖这些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就莫名其妙，他们都完成好了，哇，好强哦！虽然盖的过程都是有那个啦，就可能说我们先补满这边，下个画面见，然后突然就一个平台已经补好了，下个画面的平台就补好了啦，懂那个意思吗？因为很多时候开台主要是收集物资啊，就可以开台啊，然后聊天啊，有的没的啊，喂耶！像那种全自动的那种东西，他们真的是要把附近
要么掏空，要么铺半砖。啊，掏空比较简单啊，你丢 TNT 啊，或是打指令填满那个嘛空气方块，啊这边就整个不见了，这样子。啊，比较累的就是全部补半砖。这个颜色太黑，好难看得清楚哦。所以我就常在想，哇，这些人真的很厉害。哇！算了，我受不了了，我喝。算了，不理他，我们继续补我们的。给你射啦，给你射啦，没在怕的啦。像那个新大陆啊，新大陆的话就是都用那个，TNT 炸掉旁边，然后碉堡里面补半砖这样子。然后其实后来发现我其实不用太刻意做生怪鸭子，我去对面挂网就好啦，我去对面挂网挂一挂就可以干嘛啦，就看到这边生怪我就走过来挥个几刀这样子，懂吗？哎，不够哎，傻眼，要去隔壁挖一点。我现在仿佛来到了上上个月在玩空岛的感觉。OK， 哇，这个大面积花了多少砖啊？天哪，那一定不够的啊！可是为了好看，靠边哦，太大声了吧！什么声音啊？你们被吓到吗？这个戴耳机在睡觉的应该是整个吓起来了，上课戴耳机的。声音大到孕妇都要提早临盆。我也差点吓到，我刚 shoot 整个松开了，不好意思啊。抱歉抱歉，我道歉。搬砖，怕生怪。
啊，这样子，这样如果这样吓到孕妇的话，我是要负责啊。在做甘蔗鸡被吓到，不过没事。你在做什么甘蔗鸡啊？早期的那一种吗？别做早期的那种了啦，好没效率哦、喔。也可以做啦，那个就是加减放着。你是玩 1.14 吗？那 1.14 的话，你可以做另外一种方法、欸，那个完全不吃红石，所以不会有那个，不会造成伺服器负担。没有孕妇刚好，哎、欸，我真的有个观众也是已经是当妈妈的嘞、欸。然后我还是他唯一一个有在赞助。啊！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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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抽抽，还我还我！唯一一个有在订阅的。我们的凯兰妈妈。哎呦！会生怪一路敲一律敲掉。没有他，敲掉就好了。咻，咻。来去挖方块了，哎咻！看我钥匙快没了吧？一秒没了。要先拆掉哪里嘞？这个可以拆的。嗨，看我。我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